你真的想要一样东西，就要学会放手。越在乎越重要。事情本来都有它自然的状态，你不过分关注，心中便无事。一个人把外在的人事物看得太重，那么内心就会变得笨拙，而失去平常的淡定自如。越不在乎越淡然。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尽。人可以欣然接受荣誉和赞美，可对外界的诋毁和抨击，很多人会感到难受。那些难听的话，如果你在乎往心里去，情绪就会受到干扰。你不在乎，事情就相当于不存在。保持平常心做事，才更容易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